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意儿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啊！死了，死了，这俩小卡卡打上过来呀、啊，是吧？哎，就搁这治他们，看我俩嘚瑟，那小嘎嘎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看看，开的棒棒呢，还是小嘎嘎不？呀，怎么样？小嘎嘎不？哎呦我去，装备归我了。这俩小嘎嘎啊，还有一个呢。哎，还有个小嘎嘎哪去了？这有瑕疵啊，搁后头。哪呢？他来吧，年轻人啊！死了，全死啊！哎呀，我太猛了！走啊，赶就完了，赶就完了！哎呀，怎么样？基地的装备又都是我的了，八倍镜啥都有了，前头有吉普 ，Jeep。哎哎，要子弹干嘛？要那么多子弹干啥？请问，哥是像缺子弹的人吗？嗯，枪声就搁我附近呢。啊，看着了。过，哼，怎么样？这枪法啊，哎呦，我这枪法这是美如画呀！我这枪法美如画。哎呀呀，倒了一个。玩活都死了，这群小嘎嘎啊！啊！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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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是这玩将，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人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。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